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哦，您是说相声的？就是嘛。您贵姓啊？我见姓郭呀。哦，郭呀。对对对。您贵宝号怎么称呼？贵宝号啊？人是森泰茶庄。哦，森泰茶庄。哎。哦，郭森泰茶庄没听说过。啊，那您要问我什么呀？贵宝号，您不问我什么字和眼吗？啊。他我是问您名字叫什么？问名字没有问贵宝号呢。那么问您什么？你得说您贵庚了。哦，那么您贵庚了啊？我哈哈，这也不对啊。啊，也不对。您得问呢您的台祖。哦，对对。嗯，您台祖还台祖呢。嗯，草字全宝。哦，全宝。对对，我跟您打听打听，有一位说相声的郭全宝，那就是我呀。哎呀呀，就是您呐。哎，就是我。哎呀，真是啊，提起来您这个名字，那真是如雷贯耳。哇，这咱可不敢当。皓月当空，您客气。早有意会见尊严，怎奈我是终不得暇。是是是，今日会老先生一面，真乃是三生有幸，也不怎么样。是我让你夸我呀。好啊。哎，说的不错呀。嚯，您这是抬爱。我们呢净听您说啊。可是啊，这个您本人我没见过，没见过面。对了，哦，听别人说啊，说有位说相声的郭全宝 啊，郭先生啊，说的很好。哇，那嗯嗯，就是也当您不常上我们的地方去。哦，是，您是咱们哪儿的人呢？我是我们那儿的人呢。啊，这废话，我是我们这儿的人。嗯，我问您是京哪儿的人？我啊，我是京东的。京东啊。啊，京东您离咱们北京也远不了。是吗？也就是在这个通州东边。哦，还在东边。对。在这个宝顶东边。还在东边。嗯。哦，遵化。哎，遵化。遵化的东边。还往东呢？没到呢吗？三河县。东边。呵。蓟县。那东边。您呢，干脆说您哪儿的吧，我不按东西了。呵，您怎么连京东的地方您都不知道啊？您京东什么地方？门头沟。哟，谢爹。我呵，你叫我做妈呢？谁叫你了？嗯，那京东那怎么会？门头沟是京东啊。啊，门头沟是京西，那是京东啊。他怎么会是京东呢？那你要站着门头沟瞧北京，他不在东边吗？啊，这姐你们那儿说呀？啊，没听说过。当然说呀？你得打北京这儿说。哎，对对对，京西门头沟。哦，您在京西门头沟住。对了，您在那儿是务农啊，是经商啊？哎，土里头刨点粮食吃。哦，种地。哎，对了，庄稼人。您哪儿的话？乡下佬。哈。白帽村。哦，没人这么说呢。哎，您可别笑话我们。没人见面。您一共种了有多少地？您问我种了有多少地啊？那我可不敢说。怎么呢？那好吗？怕您笑话。我们一个做艺的不笑话人。说出我种的那个地来还不够您抽个烟卷的呢。说您这人说话也过谦了。嗯。这个要赶到丰收的年月啊，打下那个粮食来不够您喂个鸟的。哎呀，也太少了。您要在我地边那儿漱口啊啊，喷一口漱口水，我这能就废水灾。您看看，您甭这么客气。您到底您家了种了多少地？太少啊，太少。您说一说。我家了种的是9999.9亩地。这就是哦，这么些地我抽一颗烟卷啊。虽然说是9999.9亩地，又不够9999.9亩地。怎么了？靠山种着5555.5亩地，靠河种着4444.4亩地，共收的一块有9999.9亩地啊。这九亩地好嘛。您这哪是种地？嗯，您这是跟我们说绕口令来了。哎，这是我种的那个地呀。说这个我比你说的利索。是吗？不就说种着这点地吗？啊，您听我说出来比您清楚。那所以您说一说。您要说我家种的地，嗯，我要说就得说您家。可以说您家种的9999.9亩地。对。哎，比你那清楚不清楚？清楚。你家
说您家种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顷九里地。哎，不是九九里地，九亩地。哎，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顷九亩地又不够九千九百九十九顷九亩地。嗯，怎么呢？靠山种的五千啊。说靠山种的五千五百五十四顷五亩，靠河种的四千八百五十六九千九，你们家这地还真不少啊。我说不上来。哎，说了半天你也没说上来。嗯，地倒是不少。地不少啊。哎，打下粮食来不够喂牲口的。啊，这么些个地打下粮食来怎么不够喂牲口的？哎，对了吗，您家里头养活多少骡马牛羊啊？哎，没有骡马牛羊。那么养活什么呀？我们养活骆驼。哦，骆驼。对喽。那么您这骆驼有多少个？不论个儿。不论个儿论什么呀？五围罐，六个围串，七个围板儿。哦，您是罐串板啊？脚下给我板着呢。是，现在我还没折呢。嗯，咱俩都忍着点吧。论把子。哦，把子。对了，一共有多少把子骆驼？我养过这个八千八百八十八把大骆驼。嗯，这又来劲儿了。所以说八千八百八十八把大骆驼又不够八千八百八十八把大骆驼。怎么？枪口外头羊毛去了四千四百四十四把大骆驼，加了后院他的四千四百四十四把大骆驼，公社的一块有八千八百八十八把大骆驼。嗯，大骆驼，大骆驼，差点没让骆驼绊一跟头。这你能说吗？这好说。啊，刚才是单数，这是说双数。哦，双数好说。那当然两头八呀。可以。您听着啊。说您家拴着、啊、哎，对了，说您家了拴着有八千八百八十八把个萝卜。萝卜干嘛呀？说您家了，说您家里拴着有八千八百八十八把个大骆驼。对了，骆驼。哎，说您家有八千八百八十八把个大骆驼又不够八千八百八十八把个骡子。嗯，骡子。哎，骆驼。骆驼，哎，说怎么又不够八千八百八十八把子骆驼呢？嗯，上口外驮煤去了四千四百四十四顷四亩地。哎，对了，怎么着？这地也出去啊？像话？这个说上口外驮煤去了四千四百四十四把子大骆驼，好多人还种着八千八百八十八把子大骆驼。种骆驼有骆驼种吗？没听说过。种的是地，拴着是骆驼。是啊。哎，上口外驮煤去了四千四百四十四把子骆驼，回来呀、啊，工作一块儿我才有八千八百八十八把子罢了。哦，有那么些骆驼。我您家干脆骆驼也不少，地也够瞧的。你看看这两个，你一样没说上来。没那么快的嘴啊。这有这点地，有这点牲口，这还不算。您这个守护的财主，哎，也不敢这么说。嗯，在这个北京啊，跟天津啊，还有几个小买卖。哦，在咱们这个城里头嘛，您还有点小买卖。哎，对了对了对了，您谈一谈。可以。哪家买卖是您的？其实我可不敢说。您客气。哎，因为这个此地啊，这个财主啊，大的有的是。哇，您客气。哎，您我那买卖还敢在这儿说？哎，您这进骆驼这地就够个财主。哎，这都什么呀？这蚂蚁酸豆腐。干嘛呀？提不起来。哦，还是个俏皮话。您哪家买卖是您的？您到过天津吗？天津我去过。哦，您那个天津那个续街呀、啊？续街。哦。嗯。我到过那地方。到过那地方吧。去过。您要走到续街呀、啊，您不理会。啊，有一个一间小门脸，一间小门脸，哎，那么一小杂货铺，那点地方可没有一间门脸的地方。我那就是一间，什么买卖啊？您要用个针头线脑的，啊，什么买个手指啊，您可以到我那儿照顾照顾我。小杂货铺，小杂货铺，啊，宝号是这个，这个中原公司，哎，中原公司，哎，对对对。中原公司我去过呀、啊，嗯，中原公司还在那儿呢。啊，是啊，怎么了？嗯，中原公司怎么了？嗯，怎么了？怎么了？你问茅房？哎，怎么了？不是您提到中原公司干嘛呀、啊？我这干嘛不嘛、啊、黑三三的。不是，那中原公司可还在那儿？不是，我知道还在那儿呢，没搬家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看你这种什么意思啊？啊？我刚才说我那个中人公司那买卖是我的，你看你那脸上那种神气。啊，哦，中人公司嘛归您了。哎，干嘛归我了？那就是我的买卖呀、啊、哼，
哎呀，这位就是中原公司的经理。哎，不要给我请安，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中原公司的经理，您这鞋可都打包头了。我这人是不好捯饬，您再捯饬光腚了，你还捯饬呢？啊，好，中原公司是你的了。嗯，就那一个买卖，那算什么呀？哦，还有，真是有的是啊。还有什么买卖是你的？还有几个小钱铺。您可以谈一谈吗？嗯，您说，中国交通啊，是，嗯，中国交通银行。哎，这什么银行啊？小钱铺。小钱铺。嘿嘿嘿。哦，还有什么买卖？盐业劝业。哦，这也是银行。哎，嗯，京城大陆，中南宝商。嗯，这几家小钱铺。这叫小钱铺，这都是我的。这银行银号也归他。哎，什么叫归我？啊，那也是您，就是我的嘛。啊，您哎，还有什么买卖？趁着明白，您都把它说了都。怎么？我要死啊？不是，您说吧，您说了我们就放心了。还有，还什么买卖？您知道中西南北四个气儿囊药铺？嗯，那我知道药铺。那是我的。你的？你没？永安堂。你的？我的？你的？沈鱼堂。你的？我的？都没错。嗯，大栅栏里的同仁堂。哦，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哎，那也是你的？那是月家的。哎，怎么都归你了？这个买卖是月家的了。可人家都知道是月家的了，我就不要了。哦，要不知道呢又归你了。啊，干嘛归我呀？是咱买卖人要，不是咱的咱不要。嘿，他还有够啊。嗯，是是是。还有几个小布铺。哦，还有几个布铺。哎，布铺。哦，小布铺。什么布铺啊？您知道山东有个八大祥啊？那我知道啊。哎，瑞增祥啊，瑞林祥啊，瑞福祥啊，那千祥义啊，义和祥啊，广盛祥啊，祥一号啊，这几家是个祥字号。这个小布铺。啊，小布铺。这叫小布铺。哦，这是你的。我的啊。对对对对。嗯，还有几家茶叶铺。哦，茶叶铺啊，东风记、西门记、张一元、吴德泰、翠芬、广茂，这几家茶叶铺。喝茶你没几个。这也是我的。没的，没错，你的。嗯，反正说大话也不花俩钱了。哎，什么叫大话呀？那好吧，这是咱的买卖呀。啊，是你的买卖。哎，你的。嗯，还有呢。您这个马路当边就是走那个叮叮叮叮叮叮电车。哎，就那个电车公司啊。那也是你的。哎，真的是这个电车公司的。废话，我知道电车公司嘛，可不是电车公司的。但是那个车呀，它是电车公司的。哦，可我说的是上面那个线呢，跟底下那个道，那都是你的。他们一试，你呀，外头过过风，凉快凉快去了。没事，你给电车分家呀。这个人多可惜。我是好取笑，好这么说。不要开玩笑。您要说您可够个财主。哎，什么财主啊？就有这么些家买卖，这么些个地。好嘛，好什么？躺着吃几辈也吃不清。您别那么说。嗯，没有您是造化，怎么倒不如我们了？您想啊，我这么些个事情，这开个门呢，多少人跟我要吃喝呀？小辈当然是大了。还是的，您有什么呀？嘿，人多嘛。是吗？您就拿我们这就底下人说吧。您那会儿底下人有多少人呢？底人呐，嗯，就说这个，嗯，打杂的，嗯，跑上房的，嗯，回事的，就这个吧，啊，连这个厨子，哦，都算上，嗯，500多人，嚯，这就500多人，真是树大阴凉大，哎，什么话呢？哎，那么上头人一定也少不了喽。上头人呐，啊，那是啊，您怎么想？进这个男仆就这么500多人，还有女仆呢？女仆还没算，还是的，就是嘛。老妈子啊，就200多，200多，什么丫头就300多，嚯，这凑在一块又500多，这就1000来人了。1000来人，嗯，那净挤人家1000多人，那么板间上面的人，那人还能少得了吗？一定少不了。老老少少，嗯，男男女女，是大大小小，全拢在一块儿，一个大数。哦，怎么也得100人，一个人，一个人啊，嗯，一个人怎么了？才一个人啊，一个人还让那还是个半边人呢。哟，还半拉人，锯下半拉去？什么锯下半拉去？你不是说半边人吗？锯下半拉，这人还活得了吗？
怎么个半边人啊？半边人呢就是个小寡妇，居庄。哎，对了，居庄了。哎呦，这真是财齐人不齐呀、啊，可不是吗？你说这么大财主怎么都是寡妇呢？那怎么办呢？这寡妇啊，守着吃几辈吃不清啊，那哪守得住啊？这寡妇岁数也不小了吧？哎不，年轻啊，嗯，年轻，年轻的小寡妇。哎，还要往前走，打算要往前走一步，要嫁人，那也好办。嗯，就在门头沟本乡门头，您给他找一个不就得了吗？本乡门头啊，啊，不行，怎么？人家也不要，为什么？为什么？他在那地方啊，挺行善。穷人呢都沾过他的光，是你说谁能要啊？都受过他的恩惠。哎，对了，嗯，那么您打算怎么样？打算让我上北京啊，给找一个来，上城里啊？对了，哎，那您是白来一趟。怎么？城里头这地方啊，你想有这么两句话？什么两句话？是穷贤富不要。这句话怎么讲？因为他是寡妇嘛，人家有钱的人家不娶寡妇，没钱的那个寡妇又看不上他，又不跟人家。这不就是上下够不着吗？您别那么说呀，我的乖乖。哎，我哎不是乖乖，我的哥哥。嘿，你倒说清楚了。人家个寡妇说了，嗯，不嫁有钱的，怎么？哎，人家嫁穷人的。对了，他寡妇本身就趁钱嘛。还是的呀，嗯，人家什么也不图，一个姓氏打两半，这怎么意思？哎，就图当家那个人哦。就图当家这个人。哎，对了，这个人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什么样的人呢？啊，越像您这个做艺的越合格。哦，找一个做艺的比较合适。对了，这个更难办了。怎么？您想，你要五行八作各行各业，别的人呢这都好找，嗯，唯独做艺的不好找。怎么不好找？因为什么呀？是做艺的长得都丑陋，头一样说没有好脑袋的。哎，人家不要好脑袋啊。哎，要好脑袋干什么呀？长得好看管什么呀？嗯，再说你弄个好看的去也不行啊。是啊，啊，你看那会儿经老妈子就200多，嗯，水红丫头就300多。是啊，你这回哪一个瞅上她了，嗯，搞上了，你说这玩意儿他不得气死？他弄上是非。哎，对了，那么要什么样模样、什么脑袋的行合适？反正啊，就这么说吧。嗯，这个脑袋呀、啊，啊，反正比个茄子顺了点就行。哼，这个太难了。怎么？您说谁这脑袋长得还不如茄子呢？还活个什么劲儿？你说怎么变得得比茄子顺溜不是？张老师啊，对您说什么穿着打扮、什么模样的好呢？哎，他跟我说了啊，跟我说反正这个人呐、啊，怎么30多岁，不到40，嗯嗯，咋这样？这个儿啊，就是中等身材。哦，哎，就是那个五短的身材。嗯，哎，这个脸盘啊啊，有沾上有点那么哎圆润脸。嘿，啊，是啊，头发嘛有点那么哎惨白。嗯嗯，这个意思。哎哎，那个。说话啊，哎，这嗓音呢，有一点哑似的。哦，嗯，对对对，嗯，这有意思啊，这事儿冲我来的，哎呀，这我得往前，我得哎，我得来了，进步，对对，往前进步，嗯，哎哎，说了这么半天话了，你想我这人也懒乎，嗯，怎么没打听您贵姓是？我姓辜。哦，您姓辜？哎，对对对，哪个辜？就是女的旁，一个辅字。哦，嗯，外姓？哎，可不是嘛。哦，您贵姓是？我见姓郭。哦，郭爷啊，没说的姑爷。哎哎，不是没说的，我们俩先做亲了。咱不是外人喏。是外人，我叫你姑爷。啊，你还答应呢？您排行在几？在辈儿。哦，是您排行，我排行在上。哦，郭德爷是二姑爷。哎，嘿，得跟张廷秀一模呢。我拉那二姑爷，嗯，我说你别愿意行不行？你这是上当下阴呢。可是这么说，二姑爷，啊、嗯，今儿你饱了，我拉那二姑子，二姑子了。对呀、啊，你也该来一姑子了。
那什么顾老二啊，那是顾老二的。我说您提这小寡妇嫁人找个做艺的，还要三十多岁四十边，头发有点惨白，您看我怎么样？您给我来了行吗？干脆啊，就是为您来的，是吗？哎，那回头我请您吃顿饭。哎，没说的，没说的。就您这个模样，您这个长相，您这身上，您这个腿上，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我回去跟我们那小寡妇一说，就准得成了，吹了啊，这吹了啊！你这不拿我开心吗？啊，怎么为我来的吗？可又吹了，那我还跟您说个什么劲儿？那是可不吹了吗？您的模样太惨了哟。怎么惨啊？啊，那咱俩我不是说的明白吗？啊，说这脑袋比个茄子顺着点就行。是啊，那您这个脑袋它不如茄子。哎呦，我连茄子都不如啊！你要茄子你还瞅着还灯光瓦亮的，啊，我这黑马不黑。您这个乌了吧唧的玩意儿，我告诉你，就是会办事的两头瞒，不会办事两头传。哎，您跟寡妇那给我美言两句，完了事儿我能苦得了您吗？对，是吧？您这句话说太对了。哎，啊，您看我们呀，我就是这那儿的管家。哦，还是的。嗯，您既然是那儿管家大人，您酒吃过脉，事办来人，是吗？事成不成，全靠您了。也反正我给您办的行，尽力而为。哎、对对对对对，我一定有份孝心。哎，那、啊、谈不到这个，是不是？您给我说好点。嗯啊，那您说我长得挺漂亮的，嗯、行吗？我说你长得漂亮啊。啊，这倒行，嗯，这倒行。那就无奈一点啊，这个您得这个捯饬捯饬。哦，可以，好不好？这好吧。有那么句话吗？啊，三分的人才得七分的打扮，这话我同意，是不是？是啊。哎，可是这么说，这个捯饬我自个儿花钱啊？那倒不是，那倒不是 啊, 啊，那倒不是。您要是没有钱的话，我回头给您搁着二百。你看，还有您您您您啊，那就更好办了。既然有您这二百，我吹吹头，啊，我就洗洗澡，我买一个大褂。我再来一双段鞋，不行。哎，这不就是干得更加漂亮了？哎，不行不行不行，连、啊、您这个打扮不行。哎，这个打扮呢，这我得给您设计。哦，您给我出主意。哎，我给您出主意。那比我捯饬的好吗？当然啦。哎、那您说我不得先得吹个头刮刮脸吗？吹头啊啊！吹头甭吹了啊！您这不是背头吗？啊，小背头，小一点，差点。那么怎样啊？得留大背头啊。哦，还要往长了留啊？对了，那当时来不及，来不及不要紧呢。我告诉您呢、啊，您到这个他们那个卖西装的地方，洗衣装，洗衣装啊，嗯，他不有那个那个背头网子吗？有啊，有没有？有啊。哎，您买个背头网子，干嘛呀？哎，要烫了的，要那烫发的那个，烫发的头网啊。对了。干嘛？寡妇爱上的吗？啊，是啊，爱这样的头型啊。对呀、啊，那可以啊，只要寡妇高兴，那行啊，就那种啊，哎、就那的啊，破浪式啊。对对对，那行，您把它戴上，可以、啊、可以，好不好？这就能去了。哎，刮刮脸啊，刮刮脸，把这脸都刮了。哎，可以，那、啊、毛都把摘净了。哎，这摘净，您这摘鸭子呢？不是，您都把它刮净了。行行行，嗯、啊，擦点雪花膏啊，我还擦雪花膏，那是好啊。显着肉皮嫩的哦，滋润，哎，滋润啊！只要寡妇喜欢，那、嗯、就行。那、嗯、是我说怎么打扮，寡妇都喜欢，是吗？啊，那当然，您摸皮，您、哎、知道吧？垫点这个扑粉，哎，我还攒、嗯、扑粉，攒扑粉呢。哦，哎，您要不攒点扑粉呢，说您这个脸上老是油了光灯的，再说也显出褶子来了，对不对？对对对，攒点扑粉可以啊。哎，撂人抹点胭脂啊，我还抹胭脂。我也哎。哎，咱们脸红扑扑的，我可不唱戏，是不是？您也没让您唱戏去。那好好，啊、好，脸能凑那么红扑扑的？哎，啊，粉头粉脸的，粉头粉脸的，好好看，打上个红嘴儿，哎，打口红，我还打口红呢。嗯，打点口红好啊，你的嘴唇都干干了。又干又烈，我就为寡妇这个吃衬啊，要不然我不这么捯饬。怎么样呢？行行行啊，行，嗯、那么我穿大褂儿，怎么样？大褂儿，您这蓝布大褂儿不行不行。哎，是林布的。啊，这干嘛？那你多穷气呀、啊！你看，您来个丝绒的，哎，丝绒大褂、啊，哎，丝绒旗袍，旗袍，我穿旗袍寒喘。哎，那不寒，你啊，谁寒碜呢？那我穿一。
穿米鞋还能呢？丝绒旗袍那玩意儿受看吗？那怎么不受看呢？你甭管你瞧着顺眼不顺眼啊，人寡妇愿意。这玩意儿谁让那寡妇是财主呢？怎么样？哎，行啊，哎，来个我紫色的，紫色的啊，嗯，丝绒旗袍。我再穿一条套裤。这个什么套裤？穿套裤干什么呀？不是我喊腿。喊。嗯，喊腿，喊腿不要紧啊，喊腿你有什么到这儿给您治去。哎啊，哎，那我穿什么裤子？你不要穿裤子，不穿一个小三角裤衩儿。啊，穿裤衩就行。哎，三角裤衩露着腿啊？别露着啊，啊，给您来这个高筒的那个丝线袜子。我穿袜头就行了。哎，高筒的，高筒玻璃丝的。高腰的玻璃丝洋袜子，哎，对哦，是、啊、好，给您那个我再来双这个什么缎子鞋，缎鞋啊，缎鞋差点，皮底缎鞋，哎，不、啊，来个这个高底皮鞋，高，我穿高底儿呢，哎，里高底儿，那不成，我穿上它站不稳呢，哎，这穿上你那个走两天就好了，啊，可是这么说啊，贵，哎，你怎么还搭呀？嗯。跟这寡妇拜堂成亲，可就那么一会儿行，是，对不对？你我这么大个子，你给我捯饬这模样，你让我老穿高底鞋，我受不了。就那么一会儿啊？哎，就是拜堂成亲那么一会儿。啊，怎么样？您哎，这还能凑合、啊？您行了吧？行。您这个穿上打扮，您都同意了？就这样了。啊，咱们可是一言为定。那没错。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啊？啊，去那个咱们就是今天。今天是这个17号，就是咱们月底。月底怎么样？月底啊。啊，月底好啊。月底我拿轿子，我娶寡妇。哎，对了，嗯，这是啊。月底的时候我得派轿子去呀、啊。什么？娶寡妇去。去啊？娶寡妇啊？这好啊。拿轿子。您拿起来就说。怎么了？您那儿，您家住多少间房啊？多少间？嗯，我们归了包岁，我们家住一间半。一间单房，哎，好吗？哎、你想，这净漏的就是8888把大漏房，嗯，甭多了，俩漏的一跳舞，您那房塌下了，我倒霉就倒这骆驼上了，甚至的。那么怎么办呢？哎，这得呀、啊，娶您，拿轿子扎我，哎，这上古啊，这上什么古？这叫坐地寻夫，哦，就好像过去那个。双锁山，哎，对，一台招呼是，哎，对，道喜亲，哎，对，这也有意思，对，行，啊，好，这就这样了，咱们一言为定，月底，哎，月底啊，他来轿子娶我，哎，对了，啊，可是这么说啊，您在我这头全都相好了，嗯，穿着打扮啊，怎么样捯饬啊，擦胭脂抹粉啊，嗯，穿高底鞋，这全都行了，嗯。我有一样，咱们丑话得说头了，是不是？有什么您就说。不是，我说这话您也别过意，对不对？咱们有话说到头了，就不算错。对。那么这寡妇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呵，完了，我得打听明白了。对了，我回头接山买老牛，回头到时候一结婚一瞧，这寡妇是摊子啊，瘸子。他那有点残废，我不是跟着受罪啊？你呀、啊，啊，真叫做不知足。怎么了？你想一想，人那么大的财寿，能人有病吗？也倒是，这是哪儿的事？我怕他长得纯，你会弄长得纯，猪不吃狗不嚼的那玩意儿。没有的话啊，漂亮极了。是啊，我说说小寡妇这个模样啊。您说说他什么模样什么长相我就放心，我要说出他一个大概齐来，嗯，你这么一听怎么样，你当时你就得死在这儿。哎，我也不至于呀、啊、我死在这儿干嘛？就说这小寡妇这个模样，您说他什么模样？气死四大美人。哪四大美人？古来不有四大美人吗？啊，肯达基，达基小包子，哼，静西施啊，醉杨妃，哦，怎么样，这四大美人比这寡妇哎都比不上，还不如他。呵，四大美人往哪摆呀、啊？他比四大美人还美，还美啊！哦，你说说，先说他这个身量吧。他的身条不高不矮，是不胖不瘦，贴骨标。哎，圆身的骨，贴骨标，宽肩膀，马蜂腰。啊，细脖长项啊，宽脑门。嘻，肩胛根是，
高鼻梁，哦，大眼睛，哎，重眉毛啊，长眼毛，对，黑眼珠，嗯，圆毛耳，嘿。不乐不说话啊，一乐了俩酒窝，哎，这小红嘴儿啊，一嘴的小白眼儿，那就是他了。这是他们街坊啊，这街坊啊，嗯，你这不起哄吗？怎么了？让我瞎喜欢了半天。我说是跟我结婚的那寡妇，你提他们街坊干嘛呀？你想啊，他们街坊都这么漂亮，他能受得了吗？哦，拿他们街坊比个智，哎。哦，这么说跟我结婚的这寡妇比他还好。当然了，您说我们那口子那怎么样？怎么样啊？比这岁数就大点。哎，你看是不是岁数要大？得亏我跟您打听打听，丑话说得了，岁数比我大了吧？比我大几岁？啊，比你大怎么了？大几岁？嗯，反正比你大那么个十多岁。你看，我都猫快四十了，比我五十多了。哎，不到嘛，这东西不到、嗯。你这玩意大那么多呢，还行吗？你怎么？他年轻啊，那快五十了还年轻，长得少英啊，也大的人吃喝好，这不结了吗？家里有钱财种，哎，对，得了，反正我就图他这财产，怎么样？岁数大，咱也算着，算着，啊，算着，我这个儿高点，你看个儿又高了，是不是？个儿高高多少？个儿啊，高这么一头发丝儿。一头发丝儿呢，那还算高吗？高多少？反正你们俩站在一块儿啊，比我高。嗯，你要瞧他那个脑袋呀，啊，你得仰着脸瞧。仰，那就高上二尺来的。嗯，是多不少。哎呀，这东西可押韵呢。哎呦呦、啊，押韵！你有什么怕押的？不是、啊、他比我高那么多，我搬着梯子跟他说话，那多麻烦了。哎，他怕什么的？嘿，啊，我告诉你，我就图这财产，不然我始终我都不能答应这事儿。啊，得了，个儿高个儿高吧，个儿高了，啊、这行。哎，嗯，身子可也胖，身体还比我胖，比你胖，嗯，有你俩胖，比我这么俩胖，哎，俩胖，岁数大个儿高还胖，嗯，哎，别胖，胖我也说话，那个胳膊也胖。胳膊还憨憨，哦，嗯，真是伸出胳膊，四棱胳膊起筋线，说，嗯，寡妇啊，啊、嗯哦，是是，嗯，好练，还好练，好练呢，净练什么呀？嗯，灌胶，寡妇练灌胶，好练灌胶，啊，我说的是寡妇，这是寡妇没错啊，啊是，啊练灌胶，嗯啊。这个身量比您高啊，你都听明白了、啊，哎，都听明白了啊。这个脸盘子也比您大，哎，脸大，大脑袋，大脸盘子，是啊，嗯，这个赤红脸是赤红脸，嗯嗯，哎，红脸盘还赤红的，还是四棱胳膊几斤线，哎，个儿又高又胖，嗯。嗯，这寡妇我干的，我不定怎么样这事儿啊，哎，这事儿都行了，嗯，都行了，都行了啊，好，来、哎，两撇胡子，哎，啊，您先等会儿吧，嗯，这回说明白了，这寡妇怎么会长胡子呀？是啊，寡妇嘛，啊，嗯，寡妇长胡子啊，这我不要这个，怎么寡妇能长出胡子来？你是男寡妇吗？哎。男寡妇呀，啊，您愣明了，不是，我说是小堂客，女寡妇，女的呀，啊，你也糊涂啊，啊，要是女的有多少的我就留下了，我干嘛还找你呀、啊？别着说了。